来球给我，龙卷风杀球，啊 ！OK， 好，出来，球，哎！大家好，我是韦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涵。玉涵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自从上次学完四个基本动作之后，感觉好像整个人都升华起来了？你看起来好像有 level up 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基本功学会了，我们现在跟师傅讨教一下必杀技。好了，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师傅杨博涵跟卢靖瑶进场。欢迎杨老师！哇，又见面了，我们的师傅们，帅气登场。那想问一下两位，两位有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必杀技？你是说打球上面的必杀？对。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带一个东西？什么？哎，你带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我带风。哦，哎，好，风属性。哦，感觉有技巧，有了解。比如说我在杀球的时候，他们给我龙卷风杀球要出来，我是接了一些气流上面的一个机器，真的好高深。对，利用冷气的空气力学，那加上我一个风属性，哦，那整个使用出来。感觉好像很厉害，大觉好像很厉害。但是啊，如果空气不好，就会风。哦，所以小心一点，但尤其是会波及无辜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那我们杨博涵选手有什么必杀技呢？我的话，只是你要大家给我点时间。对，时间有点久，时间有点久，有点久。够了吗？好，够了吗 ？OK OK。对，那睡着。我的话应该是就咒印啦，对啊，就咒印。对，只是这个要有这个的前提是要先被靖瑶咬一口。哇！大蛇丸来着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大蛇丸的感觉，大蛇丸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马上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必杀技教学阶段。OK， 我现在要传授给你的这个必杀技叫做龙卷风杀球。龙卷风杀球，所以是杀球的一个动作。首先做出一个杀球的动作。杀球的动作。对，没错。可以。OK， 摆出来，眼神要出来。是。好，最后不要忘记，请旁边的人帮你开冷气。开下冷气。有点热。我们是风。是风。我们要结合气流。是。整个集中在这个上面。好。OK， 然后再喊一声，风来了，就给他。就下去了。哦，感觉好厉害，那你示范一次好不好 ？OK， 好来。首先，我的动作要出来，眼神。好来球，等一下，冷气，来球给我，龙卷风杀球。来，再一个，这个不用太多颗，因为会。每使用一颗内力就会消耗太多，所以尽量打在五颗之内就把它解决。OK， 谢谢大家。我觉得啊，刚刚那组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什么龙卷风，那根本就是靠冷气机嘛！师傅，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厉害的。那我现在要来变身，这招叫雷切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先解一下瘾。OK， 有帅。通常解完瘾，你的脚都会突然变很快。脚会变很快，因为我的咒印，我平常在发怒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整个咒印都会掀起来。有，我看到了。然后掀到我的背，哇，我整个咒印附体了，有没有？有，好厉害哦，跟我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哎。看什么风属性？那打五颗就没力，太差，我来接应一下。OK， 好，出来，球，没错，好，差不多。对手大概十颗而已啊。对手已经倒在那边了，对吧？我十分结束，没有。好啦，那我们学了基本步伐，又刚刚学了一个很厉害的必杀技。厉害，讲清楚哦，厉害。对，厉害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学更重要的就是准度。对于羽球来说，准度应该很重要吧？两位选手。很重要啊，应该是说它可能会决定你的胜负哦。因为我们曾经有一场比赛是，它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不到一颗球头的距离。那是要依靠鹰眼的判断来分出胜负的。哦，感觉好像很专业。那这样子，你们大概一天都练多少球啊？准度？上千颗。上千颗，日积月累啊，对啊。
哦，那先光说不练真把戏，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些小游戏来考验一下你们的准度。OK， 现在呢，现在先从我先开始。OK， 为大家示范啊。随便随便，你打外面也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中间的。哎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OK， 换我。啊！哇，怎么一样位置？我一定还没结印啦。OK， 换我，换我。摇摇摇摇摇！哎，嗯。怎样？中间那个对不对 ？OK 啊，我中间的、啊，我就中中间的、啊，最重要的。我顶啊！你顶，你挡。边挡边中。好、哦。哦，随便都中啦！哎呦喂、啊，不好意思啊、哦，我写轮眼整个看到你的那个接下来的步骤，你的每个动作我都看得到。你看哦，我眼睛闭起来，拜拜。没有。哎，这没有，这哎，我中了对不对？滚进去了。哎呦，好可惜哦！好，完结最后一颗 ，OK， 拜拜。中 ，Yes，Yes。好啦，经过刚刚我们激烈的争斗，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两位选手的赛后感。来来来，静瑶先，静瑶先，静瑶先，你觉得你会输的原因是为什么？说好的一千球呢？对啊，铅球呢？铅球呢？铅球在哪？我是说，我每天都在丢铅球。哦，这么忙还丢铅球？哎，不过啊，这个你刚刚就是我们这个准度的训练啊。对。哎，真的是蛮难的。节目结束之后，我们九个箱子全部送给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回去拿回去装，对，回家训练。我下次再来挑战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的杨慕涵选手对于刚刚的比赛有什么感觉呢？对这个结果吗？其实我不意外，我其实昨天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。哦。对。看透一切。我已经看透一切了。你的结印好像已经进化到这么厉害的地步，已经到可以预测了，预测了，对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些无聊的必杀技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代表我们平常太孤重乏味。是这样子吗？那因为就是比较严肃一点的，刚刚当然跟你们一起玩这些，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找到我当初对打球的热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喽。好的，如果喜欢我们 HotSport 所带来的运动万花筒，记得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，拜拜。